每一種祈禱都可以有一個元素，就係咧深信神好愛我哋啦，同埋深信喺神裏面好開心，神有開心嘅。即一路祈禱時，嗱呢個我哋喺靈裏面有嗰個喜樂啦。咁有啲人可能未有嘅，未有咧就一路諗住神，因為有神所以好開心。喺我嚟講咧就係不斷咧，神真係好啦，一路享受喺靈裏面喜樂。但咧我就試過操練過，淨係喜樂咧嗰個力量冇咁大。咁我就加上乜嘢咧？即係我將喜樂或者愛咧喺個心裏面，另一樣加上咧呢樣嘢就抽象啦。就好似個靈魂湧去神嗰度，咁呢樣嘢一做嗰陣時咧，佢哋即刻感覺到能力喎，即係呢樣嘢係好抽象，但係我係做到，因為我多年咧，我一路企喺度祈禱嗰時，發覺有搖動，我發覺點樣投入咧，就搖動強啦，同埋我會慢慢感覺到個靈點樣喺裡面咧，可以即係好似湧向神咁樣樣嘅，咁我就發覺我湧向神咧，就一種方式啦，即係如果我將佢合併啦，即係個內心咧就係、是。愛或者係喜樂，或者合併，樣都有，或者係憐憫。咁然後咧，個靈湧向神呢個就另一種咧，就係神嘅靈湧入我嘅心或者我嘅肚腹，因為聖經講到我喺我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，又或者流我嘅心，啲耶穌入嚟咁樣，聖靈入嚟咁樣樣嘅心態。咁咧就發覺呢兩種咧都係類似啊。咁但係我都叫佢哋分啊！我初頭分第一種就係喺喜樂之中，第二種喺愛之中，第三咧就係我靈湧向神，第四種咧就是神嘅靈湧入我裏面咁樣啦。咁咧就都邊個係最勁啊？最後嗰兩樣佢發覺最後嗰兩樣喎，佢哋話最後嗰兩樣係比較強嘅，佢哋又比較敏感啊，即係佢哋好開放啊，就佢自然覺得出邊樣強嘅。咁我哋可以而家同你試一試，試一試。好啊。咁喂。希望大家嗱呢個靈湧向神，你有邊個會覺得可以些少做到呢樣嘢噶？有邊個開始嗱？即係好似點樣咧？我形容好似你喜悅神嘅心湧向神，或者你嘅靈魂湧向神。哇！呢樣嘢真係好抽象喎。即係我知道你哋嚟講好抽象。但係咧，我試過咁樣做咧。但係你試到係咪？你試到試到就得啦。但係其他人咧，佢見到我好喜樂。但佢唔知點樣跟住我。哦，唔緊要，唔係佢跟住，係你咁樣做，係你咁樣做嘅時候帶出神嘅同在同埋能力。佢覺得我有能力，覺得我喜樂。咁啊，但係佢未到，佢就未到咯。佢哋未到咧，就帶領佢點樣放鬆同埋投入啦，就係領受。你唔好諗咁多，你就係領受嘅啫。即係我哋都係繼續，即係呢個係你。點樣有神更強烈嘅同在，以至你祝福佢嘛？所以佢接唔接受嗱？如果佢接受嘅，咁咪經歷多啲咯；佢冇接受，咪經歷少啲咯。咁樣。但我即刻 stop 咗自己喎。我唔好 stop 自己，因為即我驚一樣嘢就好似係我自己做咁，但係佢又 feel 唔。但係咧，有一樣嘢你喜樂，但係唔好笑出嚟。點解咧？因為你為佢祈禱，你一路笑咧，嗰個人就會分心。同埋佢唔知道你做乜嘢，佢喺度諗你做乜嘢。咁所以我哋為人祈禱，我哋就唔係笑出嚟，但係我裡面喜樂，感受神嘅喜樂或者愛。即係呢個你繼續做，繼續個靈魂湧向神。咁你就當佢湧嘅時候，其實佢喺即係我哋譬如按手噶嘛，即係我按手俾我姊妹咁樣。其實佢又 feel 到個喜樂，咁互相去即係嗰種嘅喜樂嘅靈觸摸佢嘅時候咧，佢又加多啲，加多啲。咁咪好咯？咁好嗰時嗱，你又佢一經歷咧，你就。就問佢有冇感受平安喜樂啦，佢話有，咁你咪即刻話嗱，你喜樂你咪多謝神咯，神即刻嚟到令到你咁開心，咁你咪回應咯。我諗唔到呢句字喎。係啦，即係話感激啊。即時又唔會諗。佢越感激咧，佢就越強嘅。即係我試過有人咧祈禱嗰時咧，佢好痛喎，痛到嗌救命咁痛啊！喺個聚會一路講一路嗌，咁啊我祈禱，但係有嗰度有幾廿人，我冇理由單獨為嗰個祈禱先，我為其他人祈禱，我叫其他人為佢祈禱，但係佢都一路痛。結果他們抬進房間，好了，感覺跟著即是大快快手手為這麼多人祈禱，然後就進去跟他祈禱啦。那祈禱我就問他了，有什麼感受？他說鬆了一點，那我們快點多謝神吧，現在神令你鬆了一點，沒那麼痛了，他就多謝神吧，多謝神吧，他說不痛了，
咁我話嗱，你出嚟作見證，佢哋都好詐異啊，因為初頭嗌救命咁樣，一走咗出嚟作見證喎，即係話而家唔痛啦，即係，即係呢個感恩嘅心咧，係會帶嚟神更強烈嘅同在嘅。係啊係啊。第一種咧就係我嘅，即係我兩種我都係個靈好，即係我喺神嘅喜樂啊同愛中嘅。咁第一種咧就係我個靈擁緊神，第二種咧就係讓神嘅靈擁我去。OK， 嗱，我會重複做一二一二咁樣嘅。呢個第一種啊，而家第二種啊。因為做翻第一種啊，做翻第二種啊。主，蘇明阿門，你有冇留意到分別啊？我只係覺得第二種。你再喺第二種強烈啲嚇 ，OK？ 佢哋有啲人咁話，但係咧呢個要我繼續測試睇，第二種嗰、那個進入嗰個心靈個裏邊嘅深度高啲。OK， 即係你有留意到分別。我第二種係咩咧？即係好似領受神嘅靈湧入我裏面。係咯。第一種係我嘅靈湧向神。